十九，我一吊浪费，吊那十二吊回来，我就靠后家。其实第一还能听到点。有。嗯。要现在在弄个。还挺舒服嘞。啊。嗯。哎，你前个上午个第一回啊。我就是烧火，我就是负责烧火的。是烧火吧。我又蒸馒头又不好。也在搞个东西。见过这个火没有？你见过没有？见过。毕竟他一离口就蒸的，他都慌了。嗯。哎，舅妈，完了。打我胳膊个，我知道该割。你都教一下，你那里有有一些。不是不是，我才洗了身。我这那你家里就送两三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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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蒸了好多好多这样的小馒头。